喂喂喂嘿喂喂喂怎么样嘿嘿阿爹刚保养啊有啊我刚有转啊啊我有转的啊阿爹怎么看我啊哎，我就直接就转过去的啊！哎呀、啊，我想说你就会收到了吧？对。哎呀、啊，那你几点转的、啊？就刚刚啊，我刚有去邮局。刚刚。对啊。对。哎呀、啊，他可能明天才会入账吧？为什么？我不知道啊。喂。喂，嘿。他要到明天才入账。应该是吧。为什么？不是说可以把它收到吗？邮局作业吧，可能他们结账时间过了，嘿。啊，他有扣手续费吗？手续费要啊，跨行要12块，所以你改天要给我。他手续费多少钱？12块啊。12块。对啊，跨行啊。对。对啊。跨行不就17块吗？欸、有的会优惠12块啊。12块。对啊。嗯。我是马上可以收得到嘞。还没那么快吧？因为你那个不是邮局，那你那个是跨行嘞。我那个不是邮局的。你那个账号又不是邮局的账号。对啊，不是邮局的啊。啊，我的是邮局啊。啊，你的邮局的，你有转过吗？有啊。嗯，哦，应该是可以转的。我以为是你的邮局不能转的。可以啊。可以啊。对啊，对啊。那、嗯啊、你账号要不要给我？到时候转回去给你啊。账号哦，我改天再去你家拿就好啦。啊？改天去你家找你拿就好啦。对。对啊。改天去你家。去你家。嗯。对啊。那我是明天才看得到，就是。应该是哦。哦、对啊、哦、你如果很急用我现在这边也有啦你可以先来拿哦不用了不用了不用哦因为我想说你很急没有又不急了啊又不急了已经处理好了